就是那么多吗？那还有没割完？先把那个拉回去。那你不要一次性割完，一次性拉。大一圈才在上头。你那有好多点啊？这还不多啊，你要包回去背要背好久啊。我懒得跑。这个背了五六七八铲。甩。那就往上坡坡上背，又不是往下坡。那就甩，陆大师再去把车往后头倒哈。陆大师，把刀。有啊。我给看到。今天接到表妹的电话，她说喊我帮她拿个猪草，因为前段时间她买了个猪，啊，我以为有好多猪草的，结果走拢一看了，哎呀，我只是觉得我好懒得跑哦，我还以为你那个猪草多，我都把陆大师喊上去帮你背哟。这还不多啊？来来来，我给你甩。我们咋那么聪明呢？都不晓得把车倒到那个位置来，一下就对了，好上车。什么板车？这再没法骑了哈，只能走到那个位置，这儿就公路到头了。下一次要喊我拉猪草的话，你就多整个，这点儿懒得跑我。耶塞，那个还不如这个去。来来来，我给拉。啊！明天你们来帮我背回去吗？你生活安排去嘛。把那个猪圈里面猪杀了，给你们烤个乳猪。要得。那你就慢慢背哟。你都走到这儿来了，你走嘛耍哈。这就不去了，黑的了。吃饭再走嘛。黑的了啦。走啊，姐，我们过去吃个饭再走。猪吃的吗？那去走吧。猪吃的，真猪吃的。去不去，陆大山？回去了，回去了，咋嘛？那走走走走，看看。走啊走，我看你买的猪有好大。猪没得好大。那你就给你背个回去噻。没得背的嘛，我过来没拿背的。哦，好吧。再说给他背一背的过去啊，背的都没得，这就只有打空手了。过去看看。拿那个背的来背一背。哇塞，二师兄，走我们停车的位置到他们家里的话大概还要走个几分钟，直线距离不远，但是几弯几拐转过来的话要走几分钟。姐姐，等花车啊。你车腿还好啊。哇塞，这摘的秋葵了。姐姐坐不坐？坐下嘛。站啊，站啊。这个还有一个。啥子？还有一个月饼。没了那些，没了那些。你快点拿，我想两坨子给你。谢谢谢谢。这两个猪儿长得也不好啊，这今年吃年猪肉肯定是没得那事哦。我想把那个板子抬起来放到那个位置，我一个人整不起的，我给我爸爸两个。你那个板子啊？里头放六缸，你没得啊？放六啊。妈的，我们肯定抬不起哦。四个人呐，我搬看看。你搬得起啊？那好重哦。就是400多斤，我就说我们四个人一起抬。这估计不得行吧？省点嘞，整下俺四个人抬一把抬吧。啊，这不晓得，抬不起吧？你那个你莫看它那么薄根儿，那个叫水泥混凝土的啊。
这个还是有好种啊。那咋个之后咋个能起来呢？一条嘛。六个人应该可以抬动吧。哦，你那个板子你好，你看起磨得好厚，那么大你抬不起，真的抬不起。这不是说我不给你抬呀、啊。你那二天个找个人多的时候抬啊。我们就走了。把那个板你拿上。不拿不拿不拿，你们丢到吃。真不要就交，你们就给小娃拿。我无有有有，我收山货的人缺那些不嘛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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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也不拿，我又拿回来了。拿走了。不要的嘛，不要啦。走了走了走了。走走走。哎。拜拜拜拜，慢点啊。哎，你们抓着慢点。